我们来看一下事业学业等级四颗星，在事业上多有助力，灵感不断，学习能力增强，但是切记不要冲动做决定哦。个人方面，关键的时刻有望得到贵人的提拔，所以这一年非常适合提升能力和学习，所以不妨大胆的尝试，维护好人际关系，要避免引发口舌是非哦。正财偏财等级四颗星，在求财上动力十足，生财有道，资产可以不断的累积，但是要注意求财的过程要合法合规哦。同时可能因为意外的事情呢，会破损钱财，所以要注意防范。那么健康、安全以及婚恋桃花运将会如何，以及将有怎样的开运处方，所以不妨点击我们的收看完整版的链接吧。